请我介绍我自己，我是赛福星，我是基隆本地人，我小学靠近巴拉这边，我读中英。那么这次我是马国德补选的候选人，各位大家，明天是很重要的日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明天是我们的投票日，那么我希望大家可以给我机会，可以给我跟你们一起合作，来对这个 N29 可以把我们省一起做工。那么我要求大家，我希望明天我们可以一起出门，来叫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兄弟来一起投票，不要忘记投一票，各位大家，可以吗？谢谢，谢谢，谢谢大家。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taala wabarakatuh. Apa khabar semua? Baik. Nama saya Chia Fu ni. Tajah ke ke Jie Jie. Tai, Mei ni ya. Mei ni suai ke. Kita di sini di Lofo Zhou. Tidak ada beberapa orang Hualan. Cintu Huaxiao. 没有几个马来人，嫉妒华校。我看这个赛优信，从小，达迪嘎小学读华校，我也是。我读小学在古莱小。但是我比他高一点点，都宽楼，所以呢，我是要求你们，给这个吴信，我的弟弟，投他一票，可以吗？好像我们大臣讲，每一天早上。我们到城门地不萨之后，5点就起来了。我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我一直想，这个我看2、3个月我的，5点就起来。但是现在已经2年半了，还是5点起来。我们罗佛州现在5点就开始打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2020的时候，很多人辛苦。那时候是 COVID，还记得 COVID 吗？穷人、生意人，我们自己全部输钱到很厉害，没有生意做。所以呢，这一次2022就开始，我们就是在这个罗佛州一直要冲，所以呢，我们所有的门吉布萨 ESCO 尽量做最好我们的人民，所以呢，我是希望所有的华人可以支持我们，especially for Syed Hussein。And 投他一票。哪里？不需要我翻译哦，大家都听得明白吗？让我们给 Jaffney 还有福星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让我们明天有票就要投，投票投。以后。有票就要投，投票投。以后。马哥多。记得，马哥多，记得，马哥多，记得，谢谢大家。谢谢。Terima kasih kepada Dato' Jafni dan juga Saudara Syed Husin. Baik, tuan-tuan, saudara dan saudari kita.